有主持人，我要怎么关 WiFi？ 我看起来是有。Hello。哎，小姐，你有什么事吗？警察先生，我一个人被逐出家门，没有钱。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请坐，好吧，你先请坐。好，这边请。我是贝贝的。这样呗。白雪姬哦、喔欸，他说他被逐出家门啊。我们帮你联络社福机构，好不好？好。小妹妹，你今年几岁啦？我二十了啦。你二十了。啊，你有念大学吗？有啊。啊，你哪一间的？我之前念淡江大学啦。所以你是因为你念淡江学电，然后你付不了钱毕业，所以被逐出家门？没有啦，啊，我就读一读，帮我爸爸改变心意，就叫我出门找老公。啊，我说我不想要找人家了，他就把我丢出家门了。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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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哭，你先别哭，好不好？啊，我什么东西？我只有衣服跟这个雪人头套可以陪我，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你身上有吃的吗？没有。啊、没有、欸，你身上有吗？我身上也没有哎、欸。那你先借他一点面包好了。你好啊。好了，我有了，我给他一点啦、你们的警察先生，你的真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四。小四哦、喔。对啦。声音好像女生哦、喔。什么像女生？不要乱讲。我给你一下东西。你们这边都怎么打电话？有没有买电话卡？这边啊，这边你身上，如果你刚来的话，你可以去办一只手机啦。你有办手机的吗？怎么办手机？还没办是不是？那不然我，哎，学电生真的是身上没有钱啦。你不然你再带他去办手机好了。没办法，私立大学就又贵、啊，然后学历又不能干嘛。是的。你读什么系？我读资管系的。资管啊。学生是卖不了几根毛钱，然后又爆肝。资管系没出息呢。对呀、啊哎。然后哎呀，淡江的，这一听淡江资管、啊、哦，靠北。那个，看你够鸡巴。淡江资管其实也是很有出息的、啊，我也是有认识淡江资管的。这个淡江大学一直培育很多精英人才啦。我刚刚收回我刚讲的话，这个淡江大学不是学电哦，这其实我也是有朋友在里面的。这个淡江大学是很好的。好啦，没关系，你不用再催了啦。啊，反正只有10%的出来会继续做资管的工作，剩下90%都卖保险啦。啊，不是卖鸡排啊。哎呀，这不好说啦，那是台大做的啦。那我们怎么帮忙你？淡江都卖保险啦。我们现在怎么帮忙你？我们现在带你去买手机吗？好啊。不然你带他去买手机好了。我都什么都不知道，就被丢上飞机，丢来这边找老公了。可是我不喜欢。好好好好，白小姐，你先不要紧张，好不好？来这边，我们这边都很友善的。啊，你有问题你就来找警察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局长，他叫吴尊。好。这个吴局长家财万贯吧？这个吴局长就是他手上的盘子，这个 money 比较充裕，所以他也很乐于帮助一些失学少女啊。你是不是失学少女？乐于帮助失学少女吗？哎、欸，我们当然是希望把这件事情交给局长来处理，因为局长是代表我们警局的形象嘛。那你这个失学少女是特别需要帮助的，我们是帮你援助你来进行这个，我算是援助你手机了，好不好？那个带他去吧。那你叫什么名字啊？蓝头发的警官。你叫我龙鼻啊，龙鼻警官。哦，你叫龙鼻哦，所以你鼻子是假的。鼻子是真的。哦。好啦，没关系啦，我知道这种事情大家都很难以启齿，就像有些人去整牙齿都叫做矫正，不叫整牙啦，他们会很激动。对啦，啊，你来这边，你有打算要干嘛吗？我吗？我想找个工作，先吃个甜甜圈，我好想吃甜甜圈哦、喔。你是本人就长这样吗？我觉得你长得像颗雪人头哎、欸，还是你的面具啊？这是面具。这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布偶。
我戴上它很有安全感。哦、好好好，那没关系，你先不要拆下来，那没关系，你有安全感就戴着。好。嗯，因为我的爸爸说脸被看到要被负责，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人带回山上。哦、那你不要拿下来，不要拿下来。哦，好啦，我也没有喜欢你，我还怕你要跟我回去。你说你叫雪姬是吗？哎，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二十岁？没有啦，我喉咙受伤。我、哦、为什么受伤？因为我在长期在雪山上，那吸太多那个雪山的寒气，喉咙就变这样了。嗯，好了，不要哭了。我那边猪猪家门的时候还被掐着喉咙，说叫我去找个老公，真的不行就把他捆回山上。他说我没带奶奶回去，他就不准我回家。哎，找不到就不用回家了。对呀、啊。这样你被逐出家门的时候，你爸妈有没有给你钱？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只有养父。啊、养父也没给你钱哦。没有，他只有把我丢上飞机，我就飞过来了。啊，你听起来有点可怜呢、欸。对呀、啊，现在无非我手机都没有，我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我该怎么办呢，警察先生？我先带你去买手机，然后我去带你去这边有那种劳工局会帮你介绍工作了，好不好？好哦，有什么工作好做啊？有那种炼油工啊、屠夫啊，然后裁缝师啊。有没有什么工作是比较我这种弱女子可以做的呀？你是要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是不是？对呀、啊，有没有这种啊？这种啊，不然我去当去演布偶戏也可以啦。你说什么？去演那种就是布袋戏呀、啊。哦，你也会演戏是不是？略懂一点呐、啊。啊，演戏要一个人分饰多角，你会不会？可以啦，我会一点点呐、啊。要不要示范看看？让我示范一下怎么样当抢匪好了。好，你示范一下。我小时候很常看。哎，上次被你吓到了，乱撞哦。嗯，啊你轰啊你现在红灯要后退吗？我等红绿灯呐、啊。不是啦，他卡住我，不是我不后退啊。你这样很尴尬。不是、啊，这怎么后退了、啊？哎、欸，你们两个在车上嘻嘻哈哈在干嘛？不是，警察先生，他刚被撞一下。然后我说你这样子要后退还是前进啊？哦，好了，你不是会模仿布袋戏，试看看啦。好啊，我会演戏啦，不是布袋戏啦、啊。你演看看，你演看看。好，我现在是警匪，我现在演我们抢珠宝哈。你好好演，我送你一只手机啦，好不好？真的吗？好啊。对对对。那可以再送我10天份的食物吗？10天份哦。对啊，我演得好，应该有点抖内吧？啊，没有抖内。是啊，他怎么有鼓励呢？他这里的。你养父给你的那个背包哦，食物不能装太多啊！啊，我尽量满足你啦。哦、你先示范这样看，我这样看。那警察先生，你枪要借我吗？枪不行，没有。你想象你有一个 F3，然后他那边有道具可以借，会借你。道具呀、啊？你找一下。不行，你要声音模仿一下，我听一下看。好啦。啊，我借我这个声音可以吗？你的声音哦。嗯。我是觉得有点不可以啊，可不可以换一个？不行啊，哦、我当抢饭蛋，这个声音最棒棒啊。啊，我又没有变声器。啊？嗯。好啊，不然你把喉咙压低，我听看看啊，好会不会变一下？好啦，不然我有演整套的啦，好不好？好，你试试看。我想一下，外面的警察听好了哈。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人质，来，人质哭两下。警察先生，救命啊！有一个人在绑架我，他拿枪指着我，好怕哦！闭嘴！是啊。干嘛？警察有什么意见吗？不要激动，不要伤害人质啦。我跟你讲，你再他妈两句废话，我就跟他彪彪。哈，我先把他内裤脱下来，给你贴你底呀、啊。等等呢、啊，我过出一条街之后，我再把人质下放。你们很真啊，警察先生。学长，对，
他看起来是那种潜在犯罪者呢。对，要指导一下啦。没有啦，你小时候都这样演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哎，你是演得很像啦，但是不要拿去做坏事呢。不会啦，我是良好市民呢，我就这辈子没出过山上啦。啊，还是龙比我带他去那个就业中心。可是我们手机还没有买哎。哦，我还没给你，我给你。有吗？哦，有哎。哎，那等一下，手机怎么跟我小时候用的不一样？现在我们这是 iPhone X 啊，你看一下。啊，我小时候用的是黑白的呢，这怎么彩色的？这彩色是用什么？3310吗？我不知道哎，三生从小给我的，好像是从那种高楼大厦丢下来，不会坏掉啦。哇，坏掉了还拿来是骗你是不是？我可以加你的手机吗？啊，你还欠我10天份的那个饮料跟食物。啊，你改天来警局，我再给你啦。不行，你名字要给我啦。你说你叫大师吗？这位不是小事，不要乱叫。警员非常有爱心，就决定买手机援助他了，让他可以交际应酬。你的号码多少？啊，这个这样子你们也行。009-0479，中间009中间要有一杠。009中间有一个。咦。009一杠00495。零零。咦，这个有问题。你再讲一次来。04795。009一杠00495。零。哎，你的嗓音真的很特别。04795。009一杠04795。795好啦。是啊，学长，他这个江之管的是数学不太好啊。欸，你不是念淡江之管吗？欸，你不是说你念淡江大学之管系吗？对呀。哎呀，你对数字观念有没有概括呢？他讲的不清楚，我听不清楚呢。你不是都在写code的吗？对呀，啊，写code又不是就是写数字，我们是写英文呢。哦啊，我不懂啦，我不知道啦。没关系啊，他怎么坐在地上？用不到数字。我这个人。他刚来了，身体不舒服。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孤苦伶仃，没有钱，全身穷的只剩下一件裤子？等我那个加牙红豆汤煮啊，忘记关了，我先走了。好好好好。警察先生，我们要去哪呢？等下去救济中心看一下，好了，你去过了吗？没有。他真的有锁门，还好刚没去拉，呵呵。你可以问一下这边的职员，你想那个看一下，他给你一份 menu。对对对，他给你一份 menu， 问你想当什么，看一下你喜欢的。怎么样？不喜欢吗？台风四好像好点。待业可不可以啊？什么？哦，大业就是你现在就是大业啊。我跟他说我选了台风四。好，那你就可以去做衣服了。好哦。警察先生，这边一辆小布布多少钱呢？这里的话哦，他那个车行老板很有趣，他把所有的 menu 都试散在所有地方，所以你现在去车行应该是买不到车的。哈，真的假的？对，所以你要想办法，就是这城市里面有很多人，他有私藏 menu， 你要找到他，然后他就会给你 menu， 才可以去买。哦，好吧。对对对，这要就要继续找看看。那我有问题就可以叫警察吗？是，毕竟我们是人民保姆嘛。没有啦，我想要上后门呐、啊。如果我他妈一开始就开走，他会傻眼。看他太欺负他了，小选当第一天看。你用把我在 GPS 上标一个那个吧，台风四的工作的地方。好啊，地吧，这台车刚。哇！他走了，太棒了！啊，终于可以去了。看一下在哪里。但我他妈还没有驾照。
这城市的警察真可怜，新住民来啊，跟他们哭穷，然后还要给钱，还好我不当警察了。嗯哼。不过车还蛮好开的，对。嗯，我决定了，这一辆车就是我今天的布布。那鸡米花老板请的啦，靠腰哦、喔，看。Okay, time to wake up and smell the pop music, people.靠北被栽派超被测速老师他这边换衣服吗还是在发挥哦工作服有了他们完全不会阻止我戴面具这件事情耶还挺不错的是这个吗哦好像是耶第二季也还没剪，第三季就来玩了。对呀、啊，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边是有个人啊，他、啊、这游戏的大小声到底怎么调？走来走去是谁？七彩的微风，擦着脸轻轻吹拂，像流走。流到没有纷扰的角落。他如果听蛋糕就很吵。在黎明前夕，传来优美的旋律，吸引你最美丽、最动人的 melody。啊，他可能听不到，算了。啦啦啦啦。大哥。大哥。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失学少女啊！给他抱拳，给他抱拳！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呦，不小心滑倒了，我天！哎，哎，怎么撞我的车？喂喂喂！撞我的车！警察又来啦！为什么？他们在卖毒，是不是？OK， 已经那个了嘞，你看结果没办法，乖，还是得乖乖去。好痛！对不起，姐姐。痛！对不起，我的脚，我的脚。靠！要不要先带你去医务局啊？好了，上车啦！手动不了了，不是吧？痛！对不起啦，太痛！乖啦，先上车啦！好啦，给我！对不起啦，撞到那边撞到！先上个车啦，医药费我的，赔偿我的。好。对不起啊，天人车，你刚刚，你就是你刚刚那个红红色车车撞坏的人呐、啊？不是啊，你整条路都是你吗？看你刚刚明明就是那个戴黑色钢铁面具的家伙撞了我的红色小布布。怎么了？没有啦。你有，你在说谎。我哪有？我要跟警察叔叔说。没事啦，先忍着啦，先赶去医院啦。那个开车不看路，直接路过来，我的双腿断了怎么办？我还没有嫁人呢。闭嘴！他个小啊哈！跟你娘，你他妈弄到别人他妈比我还怕硬。不是很痛吗？很痛啊，靠北哦。那你把我干嘛？不要哭啦。好啦，没有啦，真的有点痛的，可是还是行的。我就手上腿流血了。好了，那如果你赔我10天份的面包跟水，我就原谅你啦。
不用啦，我直接杀你三万块啦。啊，好啊，好啊，好啊，那好像还不错哎。啊，那个一个面包跟水多少钱呢、啊？怎么啦？买面包跟水一份是多少钱？好，那个水50块啊。哦，好啊。啊，不是啊，面包50块啊，啊不是，水50块啦、啊，面包30块啊。好好啊，那、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保特平啦、啊，你不要吵啦，哦。保特平哦，你说你跟那个路边的差不多是不是啊？不是啦、啊哦，我是保健的保啦。哦，保健的保。平啦、啊。啊，不就一样的字？不同啦。哎，我叫同啦，都不同啦。对不起啦。还有医生吗？没有医生，我是不是要等到很久？啊，我听到医生的声音。有医生吗？有30000块真爽吗？不用工作了。有跑步啊，甘露啊。是你没有，你没刹车啊！我们回去验刹车，可你绝对没有刹车啦。你先冷静点啦、啊，我去叫医生啦、啊。好了，痛痛，有没有床可以躺？有没有床啊？有啦，好像是有啦，那个要收钱啦，先不要躺啊，好贵啊，很贵。有没有椅子？有椅子啦。不要骗人子啦，而且刚交衣服啦。我要哭啦，快进来哦。好啦，那个小姐刚刚碰瓷啦，帮我看一下。碰你大头啦，你中我哎、欸，我操嘞！跟你这么的那个开车不刹车，讲话最大声，哼！小姐姐，你讲话没有声音呢。医生，你喉咙坏掉了。我说你有没有先起来让我看一下？哦，好好好。我的脚很痛，超痛！他刚刚那个车头直接撞我两个膝盖。我帮你冰敷一下，谢谢你。那我要再坐一下吗？我再帮你敷一下好了。好，你要起来？哦，真的吗？好，我以为你坐，我坐着你比较方便。对，那我先看一下我脚踝，又有一个伐木工大叔。对啊。为什么你这个领带打在胸前呢、啊？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我看一下哦、喔。还是你在家里玩 cosplay 不小心带出来的？没有啦，这个。有吗？你要花点吗？我刚刚有，谢谢你。那这个发票去哪里缴税啊？应该是财政局吧。哦，财政局哦、喔。太好来了，那个我帮你付啦。那个我怎么给你？不是啊，你跟我讲几块啊？几块啊？我看一下，怎么看啊？不会看哦、喔。先去财政局看啊，等下你先缴钱，我再给你啊。啊，我不是约好还有30000块吗？不行啊，3万太多了。啊，你刚刚说的，你是不是骗我？不是啊！不要哭啊！不要哭啊！那你要给我那刚刚约定好的30000呢？30000块可以买车子啦！可是我们刚刚说好，你是不是骗我？好啦，30000都30万啦、啊，先等一下，先拿个钱啦、啊。啊，我你果然人最好了，是让你赚到了我的钱的，没关系。为了那你两个膝盖都蛮值钱的，15000一个哎。当然啦，男人膝下有黄金，女人膝下有钻石的。好啦。我快笑死了！哎呀呀你！去搅蛋啊 ！Hello， 你好啊，我是贝贝哟。喜欢我的影片，帮我分享、留言、按赞。还没订阅我的人，赶快订阅我哦！